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闷星云。这期讲两个免费易用实用的网站，一个就是这个 HTTP CAT， 我已经翻译过了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解释 HTTP 状态码。就比如说404，大概很多人都听过404，具体它代表什么意思，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这就是状态码的详细的解释说明了，以及使用这个状态码时候的一些小技巧。点这个箭头回头，它这里收录了从100一直到599的 HTTP 的状态码，基本上想查的都有。另外它还是多语言的，支持加泰罗尼亚语，我不懂加泰罗尼亚语，所以翻译成中文。第二个是这个给 Sora 2视频去水印的在线网站 TKSOL， 这是完全免费的，使用也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在 Sora 2上生成一个视频，记得不是放在草稿箱里，而是你要发布到你的个人空间去，然后产生的这个链接复制粘贴到这里来，然后点开始去水印就可以了。一会儿在这里就会弹出可以下载的按钮，点一下就可以下载，它是完全免费的。如果你使用了它的 API 呢，就可以批量去水印，当然这个不是免费的，这上面一个一个做的是免费的。这期讲了两个，一个是 HTTP CAT， 专门解释 HTTP 状态码，另一个是 TKSOL， 它是给 Sora 2视频去水印的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，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